嗨，大家好，又是我房爸啊。今天呢有点嘴馋呢，想吃一些油炸的食品来下下酒哈，所以呢我买了一点这个平菇哈，打算呢炸了以后哈再给它穿上一层黄金外衣。这平菇呢刚才我已经用了盐还有十三香哈，腌制了大概有一个小时了。现在呢我们来调个面糊，一份的面粉哈，这里大概有大半碗，再加上一份的玉米淀粉，打入一个鸡蛋，然后呢分几次加入一碗的清水哈，慢慢的搅拌。好，这个面糊呢调成这样就差不多了哈，不必太过浓稠，还剩三分一的水我们就不倒进去了哈。面糊调好之后呢，我们就倒入这个平菇，然后呢均匀的将这个平菇哈都裹上一层这个面糊。当这个油温呢升高到六成的时候哈，六成是什么概念呢？大概是180度哈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炸这个平菇哈。炸成这样呢有一点点微微焦黄哈，我们就可以取出控油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进行复炸，将油温升高至80哈，全程大火炸香炸脆就可以了。过程呢不需要太久哈，大概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你们看炸成这样的金黄色呢，我们就可以捞出来了，这个味道绝对是已经很霸道了。先试一个哈，又香又脆，可是呢我觉得这个香味哈还可以再升级，所以呢我准备了几个已经蒸熟的咸蛋黄哈，将它压碎，锅中留下少许底油哈，然后呢将这个咸蛋黄炒出黄油哈，冒大泡之后呢倒入这个平菇，好，出锅。这一道咸蛋炸平菇哈，确确实实是一道很下酒的霸道菜，单单裹上这个十三香还有面糊炸香了，已经很好吃了，再裹上一层这个咸蛋黄之后呢，这味道确实我觉得喝啤酒并不过瘾，还是来点高度酒吧。天气热喝点汤，老黄瓜汤解暑，降温，咸香酥脆，非常霸道的下酒菜。又是非常满意的一餐哈。那关于这个咸蛋炸平菇的制作方法呢，我整理完毕以后呢，将会以图文的方式哈上传到平台。那今天的视频呢，就分享到这里哈。我们明天见。